你这么练，八辈子都上不了道。要你管。看好了。你打算就这样和我一起死在这儿吗？那你先放手，凭什么要我先放？上次给我使阴招三药丸的人是谁啊？你先放。那你先告诉我，方物在哪儿？好，那就回去了。真的吗？好，数到三，我们一起放，不撒阴招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久都没有这么拳拳到肉、痛痛快快的打一场了。哎，你这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很喜欢他，对吧？关你什么事？就关我事了。我才不管你什么婚约不婚约呢。既然你还没有昭告天下，那所有人就当你已经悔婚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没有资格再插手凤舞的事。你等着瞧，我会赢得他的。